一，浩文团队要买1108神器，冠军化生养小驼的强势加盟，使得浩文团队实力大增。根据浩文在直播中透露的消息，他们正在洽谈火哥的1108总伤狮驼神器，希望能把这个神器号带到诗情画意。二，诗情画意完整阵容出征，本月的福战当中，浩文团队金九哥的狮驼岭将迎来首秀，同时泡泡老板的号也转成了武装。诗情画意福战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完整阵容，浩文在福战当中可以打的阵容变得更加多样化。三，二狗靠着面子两连胜，第一次率领灵隐寺战队打群雄小组赛，二狗格外认真，早早就研究了前两场对手的 PK 录像，并且制定了各种战术。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两场群雄小组赛中，对手都直接选择了放弃，变了五只狼致敬二狗。二狗认真准备了4小时，结果一共打了4分钟，只能说狗粉实在是太给面子了。四，屈服孔庙袁总一发入魂，屈服孔庙神木林老板袁总给自己九红的实技能谛听打上了高法连兽诀，没想到一发入魂直接顶掉了再生，这运气真的是太好了。五，160流鱼男衣服出炉，蝴蝶泉新出了一件160流鱼男衣服，初始防御306，提敏双加54点，属性非常不错，很适合辅助门派使用。